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又出去了啊！天亮了，刚才刚好出来的时候又下了一阵暴雨啊，差点变成落汤鸡。下钩了啊！下完嘞，下完了啊！涨潮刚刚停，落潮要下来了啊！等落到底的时候起钩啊！等一会儿啊，差不多11点钟起钩啊！吃一盒自热饭，吃完饭起钩去了啊！开始出发了啊！现在11点半了哟，起钩嘞！今天天气好的，风平浪静的。像我们舟山的话，这么好的天气很少的，除了夏天。这里水深40多米啊，米鱼的钓位啊，看今天有没有米鱼啊。什么货也没有，钓了2-3条虎头鱼，要命了啊！来了，一条，哦，弟们，我钓一条，黄鳝啊，来一条。看这一盘有没有米鱼了哟！这一盘要是再没有米鱼的话，今天米鱼搞不到了。哦，一个八爪鱼，八爪鱼啊，我们舟山的话叫旺草。哇，下面总算有动静了。哦，来了。哦，纸线拉得笔直。哦。哦，要么不来，来就是大家伙啊，要么不来。哦，哦，这个声音浑厚，浑厚有力，这个声音啊。哦，小米，一斤就到小米鱼啊。哦，又一条。嘴巴里吐出一个皮皮虾，又是一条大物，2条了，哦哟，
米，四十多米水深拉出来，拉起来这个肚子都吐出来了，这个鱼受不了水呀，马上就要死掉的这个鱼。啊，一条杀光鱼，一条杀光鱼啊！小时候经常钓这种鱼的杀光鱼啊，这个没用，放生啊，这个没用。这一排起完了啊，起了两条米鱼，起了两条大物。钓米鱼的钓位，如果米鱼不咬够的话，别的鱼基本上没有的。放黄鳝的钓位嘛，黄鳝没有的话，还有沙蟆呀、虎头鱼啊。放米鱼的钓位没有的。啊，这两条爽了。啊哈哈哈！哎呀哎呀，这两条爽了，都是八斤以上的啊，这两条啊。听听这个声音，哦，皇后有力。哦，又是一条大黄鳝，昨天也是这个钓位，昨天也是这个钓位大黄鳝，今天又是这个钓位大黄鳝，又是两斤重的啊。太爽了！哦，一条黄鳝啊！妈妈来一条，哦，又来一条，这条小嘞，这条只有七两。大黄鳝来一条，哎，今天货是真的不多哈，拉一条鱼都困难，又来一条啊！哎呀，又一条，哦，这条大嘞！黄鳝两种颜色，一会儿黄一会儿白的啊，这条大了啊，两斤又是两斤。哇，一条，哦，米鱼来了，米鱼。一条一条四斤的啊，哦，又一条，哦，又一条，啊，一筐可以啊，两条米鱼，好了，尾巴被螃蟹咬掉了，一条，最后一筐嘞，这个钓点好几个月没有来货了，不知道有没有货。
去年这个钓点货很多的，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条鱼。叫小米。都是一些不值钱的货，小米鱼一条。一条活塞，总算来一条活塞。黄颜色的啊，跟黄鱼一样。起完了，收完了啊，一天又完成了一天的任务，不多不多啊。哈，这个最后一条这个黄鳝黄吧，这个颜色漂亮啊。有的白颜色，有的黄颜色，3000块钱有的3000块钱啊！哇，还是活的，挺老可以。哎，米鱼两条大户哦，再来一条。哎呀，25斤4两了。黄鳝，今天黄鳝也没有，10条黄鳝吧，3条、4条、11条黄鳝。这个也没弄。13斤半。虎头鱼、小米鱼。哎呀，又开工了。那鱼，今天虎头鱼倒是挺大的。虎头也叫19公啊。这个鱼只能长这么大，这个这么大的已经算很大了，看见没有？已经算很大了。不错啊、哦，哎哇，不错啊，呀，我不错。我还成了啊，排够连续放了一个礼拜了，然后人累死了，每天早上凌晨3点钟起床，晚上又这么晚睡，人累死了。明天的话休息一天哦，不出去了，休息一天哦，把身体拖垮了就不行了哦。钱每年可以挣的哦，身体最要紧。好的啊、哦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啊、哦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记得点赞啊、哦。